来来，啊，你这个交友条件是什么？就是可爱甜美型的啦。好，交往次数希望女生尽量不要超过三次。哎，可是你那么多次，至少代表她应该是年轻的。哦哦，对不对？是要确保。哎，可是有的人一交往，我现在在，我设这些条件都在防范制作单位。哦，对对对。哎，但有的一交往事不过三嘛，交往久不要三次，然后也不要烟酒傻。对对，不要烟酒傻。那刚刚那个就已经烟酒傻了。对对对，要低音稳，然后高音清亮，然后头也不油不腻不臭，就是要，我觉得女生一定要可以，如果她每天都会洗头的话，代表他这个人一定做事非常要求，因为洗头对啊女生来讲是很麻烦的事情，表示他其他东西一定处理得很好。我们直接来看看几个，哎，蛮多的，哎呦，十一通，哎呦，希望哦，哎呦，不错哦。但要我跟你讲，要严选，从名字看交往次数，有空姐 ，Kimi 调酒师，哎 ，Kimi 可以调酒师 OK， 因为我本身会调酒就会调起小桌，真的，打勾啊，打勾打勾 ，Kimi 少啥空姐啦，哎，因为我本身没有空姐，交过空姐，没交过空姐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哎，三次了。美美啦，二十二学生哎，感觉哦，三次，对对，三次 OK， 三次啊，刚好符合你的要求。我觉得打给 Kimi 啦，调酒师应该 Kimi 啦 ，Kimi 啦，算晚睡的，对不对？会不会还在工作？哎，也有可能哦，还在调。你好，喂，请问是 Kimi 吗？嗯，我是。哎，你好，我是立冬，你是不是有报名那个大热门的联谊？有，可是。我好像不是报你立冬哎，这张立冬哦，你是报到方顺吉那一组？不是，你不是不是，你是调酒师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喜欢我哪里啊？我是喜欢肯纳。没风度的，没风度的，不行，你也可以让人家跟肯娜聊天。对呀，你好笑呀，你们报错组，好像报错位。这个就是真的 ，the one you love， 还是这是你爱的人，还是爱你的人？对，什么？啊，你选择爱你的人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一生我都愿意选择是我爱他。然后跟他在一起，我为什么要被动？因为他爱我，所以我跟他在一起。好，那我再叫他回来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刚说你来棚内看，我还可以看到可娜，哦，傻傻，拉拉，你会爱我吗？哎呦，啊，这么突然，这么突然，什么寸断？他吓到了，我心情已经不好了，你还这么突然？好，再一个，谁要谁打打？美美好不好？美美可以叫他学生三次的。哦，好好，会不会这个也是可娜的？不会全部都是肯纳的，我想说你都没有，然后播一些给你，还想说十一次报错，还想说十一个人，其中六个都等一下，不管来了几个，你们都可以选择一个跟他进小黑包。哎呦，喂喂，请问你是美美吗？我是啊，你是立冬吗？哦，哎，你听得出来是我的声音哦？因为我们之前有过一段啊。哇。美美是你本来的哪一段啊？忠孝东路五段还是？美美是我啊，你还忘记我们之前差一点就在一起吗？哦，哎，不行啊，你们不能来乱的。哦，没有，真的。什么？啊，那不是？那好，那你是最近才叫美美吗？还是没有？我一直都叫美美。哦，那我们那一段大概多久？半年前吧。那哇，我给你的感觉是舒服吗？舒服是啊，是好的，是好的啊，就不是半年前我怎么可能不记得？差一点在一起哦，差一点在一起哦。那所以是最后为什么没有在一起？因为你没有选择我。那你方便来三立摄影棚让我看看嘛，聊一下，说不定我之前做错一些事情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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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谢谢你哦，等一下见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 ，OK。我有一个预感，咚咚咚锵。什么预感？等一下进去跟你在小黑包厢的会是谁？你知道吗？谁？神父。
报警！报警！我有罪，这样好了，站着等好了，站着等。会是有人来吗？张立东，开，请开门。是哪一位？是我哦，美美，美美是吗？是你，差点在一起的。后来他酒醒了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本来续前缘了。我没有见过。有啊，上次也是在这个这里配对啊。我知道了，选三个门那个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你是我都有改善的。啊，你那次是说你下面有味道啊？我已经改善了，改了，已经改善了。有看医生，他说是脚是不是脚？对对对，我今天洗的特别干净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进一步。洗的确定哦？哎，但感觉美美很正常来报名的，因为上次失败嘛。对对对。可是雨谦嘞？你怎么了？雨谦怎么会？你怎么回事？雨谦长得漂亮，因为我们好像在节目上顶过遇过一次而已。你来报名吗？其实我是被逼来的。什么意思？被逼来的？为什么？哦，逼的那个。他逼你？对，因为我怕没有人。220，你我太害怕他们了吧？你等于埋伏了一个暗装啊！雨谦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节目认识的。节目认识，他刚好又在附近有空了。你自己挑好了，好不好？你是慎重慎重。对，这很明显吧？很明显，就是美美。对啊，对。那我就这样觉得好了。如果我自己选，又好觉得尴尬。我跟你讲，真的让你爽到，好不好？三个一起进去，来，最，来你这边，来奇人之福啊，是呀，来，不是，好了，聊两个，来，好好好，我们坐坐看了，不一定坐得住，坐得下，一人一边，一人一边，可以，这什么，坐过去一点，好挤哦，好挤，不会，蛮舒服的，好，计时13分钟，然后我们都下来。三分钟，我没等下困啊，空气有点稀薄，如果三个人的话，三分钟，赶快聊一聊。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哎，雨谦你好。嗨，立冬。美美，美美，先等一下。嗨 ，Jacky。啊，最近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对了，那我跟你讲，虽然我是勉强你来的，可是。你有没有比较欣赏我哪一点呢、啊？还是你很幽默，我也觉得你很幽默，我就是喜欢你的幽默。你可以看我一下吗？啊，我脖子好像有点僵硬。那我要跟雨谦换位置。好，没事。好，没好了，你那么喜欢我嘛？对不对？对，很喜欢你。所以你是因为我的幽默感。你的幽默。真的、啊。所有幽默。所有。包括脸是不是？不会，我觉得你很帅。怎么办？我要想我妈哦。你想有母爱吗？哦，我可以给你。好，没事。啊，你现在几岁啊？我现在22岁。可是我现在36岁了哦。没关系啊，我未来职业是做你的老婆。会撩哦。I got you。以前你帮我回答。祝福你。你雨谦，你看好我们两个是不是？可行的，可行的。好了，阿妹，美美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台南人。哦，我是台中人。很近啊。近在哪里啊？我们现在就坐隔壁而已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所以你喜欢听我讲笑话就对了。对，你可以撩我吗？撩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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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撩还是要撩你了哦。美美啊。我本来有抽烟的，但遇见你，我就不抽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让我心不在焉。哦，没有很认真撩，没有很认真撩，撩得很敷衍，撩得很敷衍，然后撩得敷衍是闭眼睛的。不然你撩雨谦可以吗？我想一下哈。哎，看你们没有话聊。不是雨谦，你觉得你是一个有毅力的女生吗？算是，是不是？我也算是一个有很有毅力的艺人，那你敢不敢跟我一起比一下毅力？要怎么比？就是尬一下毅力啊，敢不敢？尬起来。好，那我就决定尬毅力哦。
美美，怎么差那么多？没有没有，我对你一样啊，心不在焉啊，心不在焉。进来到现在都心不在焉了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很欣赏你对我的欣赏。对啊，我在讲什么？你是大，你是大总监，干什么？恭喜啦！你怎么流那么多汗呢？流那么多汗呢？怎么走的？你流太多汗了，你头发也太乱了吧 ？OK 了。你们两个在干嘛？OK OK， 带回去带回去，太蛮有 feel 的啦，来啦。